我们欢迎苏月妈妈。福林教育中心今日伫希望学校颁发奖助金，先由儿青会义工妈妈来一段送菜秀，和气氛是相当温暖。今年颁发出去的奖助金将近400万，附加在有福林地检署反歧视处分金，以及一些团体和个人的赞助，如期完成发放。感谢移民地检署，还有我们社会很多很多的善心人士的赞助，让我们今天的助学金的颁奖可以能够顺利的完成，没有大家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筹募这么大笔的资金。我们现在我们的财政确实比其他县政来的不，先是来的不好。那我们也期待说有更多的一个社会的善心的这个团体，可以共同来投入这样的一个行列。这场奖助学金的发放包括婚姻地检署魏凯峰检察官、立委张家军、个人有线电视公司董事长柯英祖等人拢前往观礼。张家军立委之前已经利用选举补助款200万，和家扶中心自愿来运用，今日搁再捐出2万块，同时分享伊过去参加家扶中心活动进行。那我从小就在家扶当义工，那我记得小时候参加这个家扶合唱团，都常常受到我们徐董事长的鼓励哦。他都到合唱团的练习场所哦，帮我们加油。这次奖助金上大金主应该是婚姻地检署检察官魏协峰，也特别分享伊过去读书的经验，或者少年学生做参考。我是比较建议说，大家可以去在你求学过程中，就是说尝试第一个步骤，先了解自己的优缺点。除了金钱的赞助以外，包括林在英江和启动玉女江，也拢捐赠白米和生活物资，或者家庭早餐去。不过，这次大会主持今日讲出一个秘密，就是福林教育中心妇幼主义单产婚也相当爱心，因为大约付出200万来协助教育中心的各项发展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